友近期正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不过虽然行程相当满档，但他依然会在社群分享近况。近日他就晒出多张照片，只见他身穿黑色长袖上衣，搭配牛仔裤和帽子，拿着庆生气球及鲜花，一下子蹲在路边，一下子又坐在椅子上，模样相当可爱。另外他蹲在人行道上一棵大树前，整个人娇小加上一脸素颜的样子，就吸引众多粉丝纷纷惊叹直呼，真的很像个孩子，素颜看起来好稚嫩，谁家女儿走失了，好喜欢 IU 素颜生活照啊。